大家好，今天天气很好，现在是将近11点钟。这个沉船看上去有一定历史的，看上面有一些什么宝贝。进船，看一下这边，这边什么也没有。诶，有一道门，可以打开吗？不可以。上这边瞧一瞧，这边也没有哦。去到这里看一下，开门，进来瞧一下。咦，这里什么也没有吗？什么也没有。哎呀呀呀呀呀！看来这个沉船是有一定历史的。是，刚刚看到前面好像还有一艘船，诶，写错了，应该是这边。到岸去瞧一下，哦，去那边看一下。现在沉船很多，不知道有没有我想要的一些物资呢？继续寻找，这个好像是没有。这边还有一个哦，哦，现在我需要喝水，喝点水。诶，不如吃个罐头。哇，太好了！一个罐头搞定。现在好热哟，应该是中午的时候了。这边还有两艘沉船，破船。上去看一下旧金有什么资源。出发，仔细观察，这边有没有一些宝箱啊？没有，到这里看一下。看看，哦，上面有一个，打开，什么也没有。哇，这个鲨鱼游来游去哦。这里是否有人来过吗？没有，这里呢？啊，有两个罐头，太好了，可以填饱肚子。这边呢？还有吗？鲨鱼，今天给你一件吧。来了没有？没有来就算了。喘一喘气。咦，来吧，完了，差点被咬了，又来了啊！差点是咬了我了，完了，手已经受伤了，看它在哪里，咬我就猎杀你。攻击你，还有一件，你就要挂了。来，要5件好的。来，最后一件，还没有挂呀。跟上去，呵呵，终于消灭了。